They will survive. But tomorrow is the day the god of the rice paddy goes back to the mountains. He won't depart without being given offerings. Rice cakes, sake, white radishes, and the fresh fish. Sangoro believes that the god of his rice paddy will eat before leaving. The god will return next spring when rice is sown again. Each element in nature has its own god. Every tree, rock and stream. 8 million gods of nature in all. Prayer and ritual express Sangoro's gratitude. He's almost totally self-sufficient, thanks to the gifts of nature.日本人战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实在讲得益于中国古老的文化熏陶。他们讲义气，公司经营在很不顺利的时候，高级职员都愿意不拿薪水，照样工作，讲义气，绝不是别人的公司，哎，看到你是个人才不错，啊，你在那里拿多少，我再多给你一点，马上就过去了。 这不易呀，这种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上不能立足。啊，为什么呢？大家瞧不起。今天的社会不重道义，日本人还重道义。古人讲啊，朋友是老的好啊，啊，利害的结合寡情，道义的结合恩情厚啊，这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观啊。 现在价值是看金钱多少，你说这算什么呢？您认为新加坡呢？新加坡李光耀也是，也很后悔呀，就是他受是英语的教育啊，没有完全这个接受中国的东西，所以他讲他自己说过，他如果他要是从小接受这个华文教育的话，那新加坡的这个。 这个成就啊，那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就他自己说出来。新加坡最典型的就是混合文化，年轻人青睐西方文化。这是反映新加坡一些青少年现状的电影《十五》，是由新加坡导演拍摄的。 再看，再看，把眼睛爆出来哦！哎 ，excuse me， why don't you down？我们西班牙说可以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可是中国，我们看出现在看出一点这个一线曙光，这是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欣慰啊！就是胡锦涛提出的这个和谐社会呀。 和这个和谐世界，这个是中国的传统，这是中国传统，啊，那么现在就是要做，不是没有办法恢复，而且很容易，很容易吗？很容易，哎，那是怎么做法呢？你今天不要靠军队，军队没用处啊，哎，你现在军队再多，飞弹再多，一个战争全部毁灭。 啊，现在的军队不是已经不是后盾了，啊，暗流战争，没有军力了，啊，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今天要用什么班底呢？就是老师。老师，对你手上能够真正有个30到50个老师，你不但救中国，你能救全世界。
啊，就是真正的三十个孔子，三十个释迦牟尼佛，那还得了吗？你只要有这么一个班底，你每天在摄影棚里面，这个教学上课，啊，这个国家领导人亲自在那听，统统播出去，让全国人看，我们国家领导人都在接受啊，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立刻就影响到全国人民来学习，只要一年，中国的这个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科技就这么简单，对，你要会用啊，你不会用不行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它？30到50个这样的老师在中国好就够了，好找吗？那就国家去挑选呢，能找得到。你只要真心去感动，你自己真想这样做法，要救中国，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你说我们发这么一点小小心，我们就能找到30个。所以我们这30个老师在那这个接受训练，这是国家不搞了，没办法了。这个不是我们和尚干的事情啊，被逼着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年岁这么大了，看看能不能再活10年。如果能活10年吗？再就帮助我再干10年，所以我就很想。那本来想在丽江啊，我去看过的，想在丽江办一个汉学书院，我来培养30个儒家的，10个道家的，10个佛家的。我想培养50个人，50个人呢，我们在一个小地区，10年不出门，就像闭关一样，好好的在你讲学做学问，修身养性，每一个人呢学一样东西，那就有50样，每一个人专攻一样，专攻一样到10年，就变成世界上权威人物，专攻《论语》的那《论语》专家，专攻《孟子》的《孟子》专家。专攻周礼的周礼专家，佛教的时候选10部经典，道教选10部经典，这培养这10年呢，培养50个人，天下都有救了。我们也不要用学位什么，到那个时候，人家把博士学位送给你，我初中毕业，抗战的时候没办法，你念书啊，流亡学生到处走。抗战8年，我走了10个省呢，2条腿走的。我这现在是3个博士学位，人家送来的。Master Ching Kong for the conferral of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the University. 您刚才讲到，一年的时间，中国就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而且是从领导人开始要示范。对，不说你要去那儿听讲，你领导人不带头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讲上行下效啊，老百姓看谁的？老百姓看皇上的，皇上都在那里听课了，风气就带起来了。标语解决不了问题啊，解决不了问题，那是空洞的，没人相信。必须得那要是让人民真正看到你是在干的时候，那就感动了。所以从前这些要做皇上的人，我们都称为圣君呢，不是他带头。不管他是真的假的，他带头，他让人民看到，在那个时候没有这种传播，可是亲自去参与的，他们就传出去，皇上在听这些课程，那么满清东西这是记载的非常完整，在四库里头，在徽要里，我是常常看这些，就是宫廷里面讲些什么东西，他有讲义啊，这些讲义教材啊，全在四库里头。这些东西还适用于现在今天的社会吗？适用，它是原理原则嘛。你比如你这个拥有财富，多做社会福利事业，多帮助一些贫困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你啊。你要是为富不仁的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恨你啊。一个灾难呢，恨不得你早死啊，恨不得你家破人亡啊。如果你常常爱人民，人民爱你啊，这一定的道理吗？您刚才讲到维系国家安危的命脉的，不是军队啊，不是军队，是文化教育，是文化，是教育。所以中国5000年的不靠军队，不靠警察，靠伦理道德。
您知道我们从很多报纸上都能看到消息啊，美国还在大规模的研究。